凡师傅，再帮可以看帮我看我先生1974年属虎的。看什么？想看什么讲啊？他的身上也没有灵性。有啊，散灵很多，腰上面很多散灵。你先生这个人，你先生这个人特别好面子，要面子啊，什么事情要面子，要得不得了呢，听得懂吗？好的，我会让他知道叫他改毛病，好的，好吧。那么他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，师傅？他倒没多少，叫他念43张。43张。好吧。这个我想问一下，因为他就是前两个月就是在家里摔了一跤，然后他的右腿骨折，就是那个骨已经有骨折，有两根的骨折了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他能够完全复原吗？可以的。对呀、可以的，他是过节呀、一个节。过节。明白。你嘛，自己跟我记住了。这个男人女人在一起嘛，你自己都跟我记住了，明白了吗？不要太宠他，宠他会宠坏掉。好的，明白了。我讲话你好好听着。好的。不要再宠他，宠过头了，他就会出事，明白了吗？好了。明白。好了。好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